了解到他们的一个阶段性的出国访学项目，让即便已经在国内读书的学生们，已经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开始上班的这些朋友们，依然有机会可以通过阶段性的一些访学来给自己充充电。比方说一个学期、一个学年或者是暑期。也期待在未来 SAF 可以和叙利亚有更多的合作，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勇敢走出去，接触世界，然后找到人生的更多可能。首先 SAF 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中国高校的学生可以以更高的录取率申请到国外的顶级名校。除此之外呢， SAF 应国内大学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服务，为国内大学和院系这个满足他们的这个个性化的培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教育交流协会提供的这个平台，能够参加这次中国国际教育展。那么我们也是相信这个教育展的话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跟广大的同仁、家长和学生进行交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到大家提供相应非常有用的资讯。